东湾三一华人教会的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早！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诗篇第139篇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开始今天的敬拜。耶和华，你已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让我们用诗篇第100篇来回应他神他自己的话语。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阿们。大家早，在这岁末年终感恩之际，我们能够在一起敬拜这位独一的全能神，是何等蒙福的事。就像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我们若升到天上，我们若下他阴间，甚至到海极居住，我们都不能够逃避他的面。让我们一同借着歌声的翅膀，放下一切的重担，冲破一切的惆怅，一同飞向荣耀的天堂，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亲近他。心
切的惆怅，我要向你来。谢神，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愿所有的尊贵、荣耀、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是的，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这是何等奇异的爱！我主，我神，竟愿为我死。
谢神，因着主耶稣的死，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将我们迁到他爱子光明的国度里。我们在他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的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
生是必然皆为虚空。说道，因着我们的神他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了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还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感谢神，感谢他的恩典，感谢他的大爱。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来吧，让我们一同在神的光明中行走。弟兄姐妹好，很久没跟各位见面了。本来我以为我们可以在教堂里面见见面，我可想你们了。不过神有他的时间啊，每一样事情都有定时，对吗？神的美好的安排啊，神造万物啊，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透过那个视频来分享交通，也有神的美意啊。我感谢主啊，因为你们愿意这样子来敬拜主，听主的话，我感谢主，也欣赏各位。那今天呢是那个教会年历里面的降临期的第一个主日。所以为什么我选今天的经文，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这个降临期就是要纪念，一方面是救主的降生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第二呢，就是预备我们的心迎接主的再来啊。这个降临期有四到六个主日，今年应该有五个主日，从今天到那个12月24号。
所以我特别选了就是期盼救主再来的那个经文啊，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看看那个圣经的历史，在那个的以赛亚的时候啊，那个当时的政治、那个民生、那个宗教信仰都是非常非常的黑暗。耶稣降生以前呢，也是，就是离开那个以赛亚700多年了啊，那个也是非常非常的黑暗。那个时候，那个以色列跟犹大先后的亡国了啊，就是没有了啊。同时，他们经历外族的不断的经历外族的那个侵略啊，被统治。所以他们也是非常的黑暗啊，就是，所以我今天啊，我特别选了当时的一段经文啊，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就是我希望就是这个来帮助我们，就面对啊我们生命里面的黑暗啊，请各位记得就是神创造的第一样是什么？就有光，对吧？所以神不愿意看见这个世界长期在这个黑暗里面，就是一分一秒钟他也不愿意，他要用光，用他的真光来驱走那个黑暗，任何的黑暗。那什么是黑暗呢？我分四方面来很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那第一个就是在极大的艰难困苦中看不见终结，好像我们现在那个大疫情那个 COVID-19，我们真的不晓得在什么时候可以终结。最近说有疫苗出来了，一个一个出来了，我们真的希望这个疫苗能终止这个COVID-19 对我们的伤害，对我们的困扰，对吗？当然，我们也为那些在那个受感染的人或者他失去家人的那个家庭为他们难过啊。我们每一次出外的这购物呀，或者是去买东西吃呀，我们都会有点的防卫，对吧？有真的带来一点的不方便，也有一点心不安，所以我们真的不晓得这个黑暗困难的日子什么时候可以终结啊。第二呢，成人犯罪而不能自制，就是各位也不需要我多说了如果你相信就是地被玷污，圣经里面讲的地被玷污是什么？是淫乱，淫乱就是属灵的淫乱，拜偶像或者是就在肉体上面淫乱那种的淫乱就会把地玷污。如果你相信这个。当然，这个圣经所说的一定是真实的。加州啊，以及美国很多很多地方都被玷污，很多人沉沦在那个吸毒呀、那个奸淫或者暴力的里面。你知道，很多的家庭都有很不不不的不同的。大大小小的那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有人在他常常犯的罪里面，他或是习惯了，或是他也无能为力，不晓得该怎么做才可以停止自己的犯罪比如说我也认识一些就有家暴问题的家庭，真的。一般都是男生他们犯的罪，他们真的是很沮丧，
有一个男的就哭，他说：“袁牧师，我真的不晓得为什么我有时候在失控，做我的孩子，做我的太太，我真的不想，我很痛苦，这就是一种的黑暗。第三种的，跟那个身体心灵有关系，就是忧郁啊，还疾啊，孤苦啊，缠绕而没有出路啊，就是我是一个可以这三种我都多少都经历过，忧郁在我生命里面我试过大概有三次忧郁啊，就是不想做什么事情，什么事都不愿意做啊。最近一次就是我在台湾动完手术，心脏手术以后，我的忧郁就是让我不能睡觉啊，每天晚上到8点9点我就背着冒汗，同时我害怕进到我们的睡房啊。后来就是神啊，借着一个牧师的太太来帮助我走出来啊，我真的感谢主啊。讲到还疾嘛，我有心脏病，我有睡眠窒息症，我有那个痛风症啊，都是很严重的，但是啊，神也帮助我啊，都治好或是减缓啊，我就经历到那个出路。不过有没有想到，就是你有疾病，你有心里面的心灵的那些的问题，每一天都很痛苦，但是你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可以完结，是那种的好像永远不能消灭的黑暗，就是灰心绝望，思想负面。思想负面就是什么都不好啊，那些人有那种的思想，这世上很值得我们同情跟怜悯的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很非常非常的不快乐啊。所以啊，我理解的黑暗就是这样。当你可以想到联想到很多跟那个黑暗有关的事情。总而言之，黑暗就带来什么？带来痛苦。黑暗带来什么？困惑。黑暗带来什么？恐惧。黑暗带来什么？心灵的不安，是吧？那这个绝对不是神希望我们所过的生活。如果你不是在大黑暗，但是在一个小黑暗里面，我都希望你知道，就是哪怕是一点点的黑暗，都不是神要我们长期待在里面的，绝对不是的啊。我们现在就看今天的经文的第一节，就是第八章最后一节啊，就是那个不好意思，那个经文就是这样说：仰观上天，俯察下地，就看往上看，往下望，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里面，就是非常非常的黑暗的里面去。他们是谁？就是以色列民吗？就他们在极大的黑暗里面啊。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面对你所身处的黑暗呢？那我也稍微介绍一下，就是那当时那个是主前735年左右啊，南国犹大的黑暗情势啊。首先就以色列在下面啊，
左下方，然后它北面是北国的以色列，加上那个亚兰，那亚兰跟以色列就想联盟，就压迫犹大，跟他们联盟啊，所以三个小国一起的对抗那个北面的亚述。啊，所以你说那个犹大他害不害怕？非常的害怕，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当时候的那个情况。所以如果你是任何的犹大人，任何一就是任何一个那个掌权的，你都会担心害怕，对不对？啊，所以我再问，你会怎样面对黑暗呢？我们就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啊，第九章第一节就说了，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看见吗？开宗明义就说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我想问是谁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从这一句的话你就知道我们神的心肠，就不愿他任何的孩子常待在这个黑暗里面啊。继续啊，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那个西布伦跟拿弗他利地，你看那个地图，就是在今天的加利利海的旁边，都是在西边跟西南边的啊。末后确实在远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意思是说从南到北啊，从东到西啊，都让外邦人啊得到，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什么？得着荣耀啊，荣耀这极大的光。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所以你们不怕啊！我要向你们发预言，就是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经过，就是漆黑一片，就伸手不见五指啊。那这个情况，我八年多前我搬进文献，我们家都很不熟悉。那个时候，同时在晚上呢，你把灯关掉，什么都看不见，所以在漆黑一片的环境里面，啊。你有最好的眼睛都没用，没有光你就看不见东西。所以那个诗篇119篇105节就说，神的话是我什么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就是他的话语指明我应该要走的路啊，有大光啊。不过你看，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大光。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上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讲了是不是很清楚？不过很可惜啊，就是那个世人都不来亲近他，不来亲近那个光，比较愿意长期待在那个黑暗里面。我们继续看，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的那样的快乐啊，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
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意思是说，刚才用那个地图告诉各位，就是那个犹大受北面的以色列那个亚兰的威胁压迫，还有远比较远的亚述也是常威胁他们啊。不过这里就说，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不是轻轭啊，是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这个是有个一点的典故，在那个十世纪第七章就讲到，那个基甸率领300个勇士来彻底的打败那个米甸，当然当中有耶和华的手来帮助他们。他就说好像在米甸的日子，所以北面来的那个威胁压迫，你们不要怕啊。所以你想到这里，会不会觉得我们信主的人是非常的蒙福的，是不是啊？第一，就是我们的主绝对不愿意我们在那个黑暗里面多待一刻，同时他主动的把那个黑暗驱走，把我们身上让我们的生命变成黑暗的那些东西都除掉，是他的手去除掉。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往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发展啊。前阵子我听见那个川普总统说，我们不是敬拜政府，我们是敬拜什么？敬拜神啊。同时啊，他也说你知道吗，比起耶稣基督啊，对，我算不了什么出名啊，对 ,not even close, 他说啊，耶稣基督比我有名多了啊。我觉得一个国家的元首能这样说，能这样的像那个国民这样说呀啊，无论你喜不喜欢他，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记得就是靠你靠我自己的能力，我们的黑暗会很难走的，很难消失的，我们一定要靠主。这个是就是主给他们的应许啊。然后呢，战士第五节，战士在乱杀之中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被作为火烧，当作火柴。意思是说，那个盔甲、那些血衣再也用不着了啊，我们要好日子过啊。我们看看这幅图啊，对吧？一会我们就看那段经文第六节啊，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都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叫什么？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神亲自来驱走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黑暗，他驱走世界所有的黑暗。我们看看啊，这个婴孩，你说我们的神是不是很幽默啊？诗篇第八篇他说什么？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啊，使仇敌啊，就一点话都没有了，闭口无言了啊。一个小孩，一个婴孩啊，最没有能力的啊，但是神就用他来解决世界的问题，因为他就是神降生成人，对不对？他也是个名字，奇妙测试啊。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都懂得一些希伯来文啊 ，Peleuet 啊，
那个全能神 El Gibor 啊，然后那个 Aviad 永在的父，然后呢就和平的君啊，就我稍微解释一下好不好。那个 PLUA 就是奇妙测试。什么是测试？给你做计划的，给你那个智慧，指引你走一个比较好的路的，那个奇妙就是事实上，你看那个字的发音叫 pele， 就好像我们中文的霹雳，令你惊讶的那个测试，我可以分享一点点。主要的目的是归荣耀给神啊！我在牧会的时候，我就拒绝了投资股票啊，因为那投资股票，你每一天也花时间去看那个市。我觉得我作为传道人啊，我不好那样子，因为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我。应该差不多20年我就没有买那个股票了。最近退休，我就选择了花一点点的钱啊，就是来做一点的投资啊。我不是什么投资的专家，一点都不懂啊，我只是祷告要看一些的不同的数字啊。因为我就把耶稣做我的投资测试，哈哈，到了最近啊，我们在一个应该在一个月里面吧，我们的投资翻了一倍，我不是说。要说什么了不起的事，我只是说，当我们以神为我们的支持，我们愿意跟他的脚步行，愿意凡事求问他他就会帮助我们当然我们的这个投资是很小的，很小的投资所以翻了一倍也是一点点的钱吧，不过就是已经够我们感恩了全能的神就是蛮有能力的神这个孩子是神他是并且他蛮有能力的他是永在的父，不是跟你七八十年的父亲或者100年的父亲，不是，他是永在的父。那他是为什么是永在的父？他是父，你是孩子，他就常常爱你，就永远的爱你。我觉得就是最多人不清楚，就是最后一个和平的君。我们一般就是翻译成 Prince of Peace 就是和平的君事实上这个 Star 就是君王王子这领袖就掌管有权力掌管东西的所以和平的君就是他是掌管和平的，但是你要知道和平不单是和平那么简单，那个 shalom 我从前也提过shalom 的意思是什么？是叫 wholeness， 是完备、完美的意思。它引申是什么？就是包罗所有美好的福气，就神所赐的福气而这个这所有的福气。是谁掌管？就是这个和平的君掌管。所以你需要福气，而他是你的父，他是你的神，他是你的测试。你说他会不会留下一点福气不给你？绝对不会的。
所以这四个名字非常的重要。你有什么困惑，有什么问题，神求你指引。神啊，我无能为力，我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软弱。哦，主啊，我的日子非常的黑暗，我真的非常的困苦。这个全能的神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我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对不对？同时你孤单吗？这位永在的父亲，他永远跟你在一起，在你的周围，在你身边。你什么时候祷告，你出声祷告也好，你在理性里面就是想也好，他都能明白，是吗？同时他是掌管那个神龙各种福气的那一位神，那一位父，那一位测试，他要把最好的给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现在的情况，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情况不大好，或者家里面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家乡里面有什么问题，好像我在来自香港啊，香港实在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黑暗，我跟我太太常常就为香港祷告，为中国大陆祷告。弟兄姐妹，我们所祷告的神，他是奇妙特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掌管 Shalom 的和平之君。所以我们只要就是继续的仰望他，我们的好日子一定会到来的。那个黑暗一定会消失，那个光明的日子会到来的。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那个政权叫 dominion， 现在在美国很文明啊，这个词啊，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就是 dominion， 与平安就是 shalom。他的政权与 shalom 必加增无穷，他不单只是掌管你啊，管理你，还是不断的赐福给你，所以是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那个在那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应许那个大卫说什么？就你的国度是一个永恒的国度。啊，这个应许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应验了。所以耶稣是那位永在的君王，他就是那位和平之君。同时因为耶稣基督，所以大卫的国度可以一直的延续下去。这个国度有什么特别？它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我从前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沙龙的国度 The Kingdom of Shalom。 这个沙龙的国度是有四根柱子，第一根就是公义 The Jedi， 第二根就是公平，就是那个Mishpat。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这个公义，这个节点是没有的翻译的，就好像 shalom 你没有的翻译的，就是意思是说没有一个字可以完全把它的意思翻译的清楚。节点的意思是什么？那个公义，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神所有美善的总归。他不是用那个暴力，用武器，用制度来使他的国建立，他是用什么？他是用那个神的美善来
来使这个国坚定。他的美善有没有包括那个真理？有没有包括那个爱？那个真理跟爱就是另外两根柱子，这个就是那个 Hesed， 就是不明的爱，同时那个 Emet 就是那个真理。而公平这个词也非常难翻译，因为它的意思是什么？是公平的审断。公平的审断 是什么意思？公平的审断就是把神的义、神各样的美好实践出来，在哪里可以充分的表现，就是在审断是非的时候。如果那个人的心肠有神的义、有神的美善，他就会能公平的审断。所以换句话来说，就是什么是公平？公平就是把神各样的美善实践出来，就是公平。所以你说是不是很难翻译？而这个公义、公平跟那个不明的爱、那个真理，就让那个国、神的国坚定稳固啊。所以你看见哪一个国家，它的国比较稳定的，就是它会有这几方面的因素啊，有神的美善，同时实践神的美善，有不明的爱，有真理啊。但愿我们所身处的美国继续向朝这个方向进发。我相信在那个大选以后嘛，尘埃落定以后呢，这是美国一个新的方向啊。所以我们继续为这个美国来祷告，为神要拣选的下一任总统来祷告，好吗？啊，这里最后两句话是非常的特别，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就是统管万军的很多很多军队的耶和华，他有没有能力？他有没有权势？有了，不过他不会用他的那个权力，他的那个军队来使他的国稳固。刚才已经说了，他的热心必成就，就是这是他的 commitment， 这是他已经定好一定要成就的，里面就火热火热的啊。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这以赛亚先知这段预言的时候，我们就感谢又赞美主。同时我们看见这个在2000年以前出生的这位救主，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是不是非常的感谢他，非常常感谢我们的主。他的热心必成就，就是他讲过他一定会兑现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知道这是神每一个应许都会兑现的啊！神对你对我的每一个应许都一定会兑现的。所以我们真犯不着啊，活在一个自怨自艾或者是在盲目的忍受痛苦的日子，听清楚，盲目忍受痛苦的日子。大家很可能记得我分享过我的痛风啊，痛了37年。我从27岁开始发痛风，到我那个64岁啊才结束啊。我没有吃什么药，我只是祷告。我记得大概10年前，
我就告诉主，主啊，你知道我，你赐给我有那么多的那个恩典，你要让我领受那么多，我真的很想很想为你继续奔跑多向一些人分享我说，主啊，如果你真的要用我，我不能常常这个犯痛风我不能，我真的不能的，主。然后我祷告了大概半年，开始好了一点，但是还要常发，直到大概过了，到了我64岁生日，过了大概半年左右吧，真特别怜悯，就让我知道这是什么，犯痛风的元凶不是吃那个红肉，不是吃那个海鲜，都不是，是吃糖，那个碳水化合物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跟我太太就做了无饭夫妻，就不做饭了，就是不吃米饭了，尽量少吃，然后饮食就改变了。然后现在呢，我吃牛肝，吃内脏，吃什么那个人家说不该吃啊，我不是吃的很多，就我也会尝尝，跟从前不一样，但是已经很少犯那个痛风啊。我跟各位分享这个见证，就告诉各位，神有他的美好的计划，有他的时间。总而言之，长期待在黑暗里面，绝对不是神在你身上所定的旨意啊。哪怕是那位暗示之后，蔡淑娟姐妹，对吗？她要待在那个暗示的里面，不过她在暗示的里面天天的领受圣灵之光。所以我从有位老前辈，他跟我们分享，他说我们去看那个苏姐妹的时候，想给她安慰鼓励什么，谁知道我们出来的人差不多每一个都哭着出来流泪记得无论你的日子多难多黑暗，叫你握着主的手他会帮助你一天比一天好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这是耶稣说的，光来到世界是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是不是我们在加州是不是很多人不爱光？你知道吗，在一年前我在那个 El Cerrito 要反对那个他们把那个大麻的禁令的来取消，就我们一帮人就去那个听证会，你知道吗？里面有一位女牧师，她是赞同吸大麻。我们真的很难过。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竟然同意同性恋，他们竟然同意吸大麻。你知道吗？我认识几个加州长大的年轻人，他们对信耶稣人非常的敌视的我不想你有没有见过，就你们就是虚伪什么什么他们倒爱黑暗我们为他们祷告，因为他背后的那个势力是什么？是空中掌权属灵的恶魔，知道吗？你有什么武功，有什么厉害的本领，你能胜过空中掌权属灵的恶魔吗？我觉得我们绝对不能够。但是当我们靠着这个
世界的光，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光来到，黑暗就走了啊。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看见吗？就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所以讲到这里，弟兄姐妹啊，如果在你的亲朋好友甚至家人里面，你真的有碰到就是作恶的，做坏事情的啊，你不要灰心失望。你知道，就是没有一种武器比向神祷告更厉害。为什么？因为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在他所定的时间就出手，神出手就无坚不摧。你们同意吗？凡作恶的便恨光，不是他们的本性啊，要长期的活在那个罪恶黑暗里面，就是他们无能为力，他们被捆绑。有没有听过捆绑？被罪捆绑。所以被罪捆绑的人，只有神的灵才能帮助他们，释放他们。啊，我也做一个见证吧。大概那十年前，有一个在南加州的一个姐妹，我不认识的，她打电话给我，她说是谁谁介绍我给跟你啊聊天，她又告诉我她有忧郁症，曾经多次要自杀，就看了很多的心理医生。每一次是好像是150块还是什么，这我记不清楚。总而言之，他长期的看心理医生，啊，他说杨牧师，啊，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些帮助。我说我只是牧师，我没什么能力来帮助你，但是。如果你愿意听圣经的话，跟我一起的祷告，或者神可以帮助你。然后我就开始，神感动我用什么经文，我就拿出来给他一起念。然后我就知道他的小时候的一些情况，哦，原来他的身受一些捆绑，啊，他跟他妈妈的一些的纠结的关系，然后他就要一边的读经一边祷告，就哭了。我就用经文来跟他祷告，啊，在哭了哭了。我们谈了一个半小时，他说：“不是，我现在好多了，啊。”然后他跟他先生说：“哎，我已经好了80%。”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绝对不是原牧师有什么本领，那个就是每一个能来到神面前求帮助的人所经历的，不是我们人有什么本事，而是神的爱，神的大能，哈哈，是他的本事啊，是他帮助你啊。然后过了几个月，他还开车来这边来看我，啊，我这位为这位姐妹感谢主，啊，所以你记得，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不来救光的人就真的是非常越来会很糟糕，而且越来越严重的，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什么，是靠神而行，好吗，弟兄姐妹？我希望这个圣诞节，我们要准备，
庆祝救主降生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那些在黑暗里面的人，或是我们身边有什么人都在黑暗里面，我告诉你，绝对不要怕，因为我们的主就是来到世上的光，没有黑暗能在光面前站立得住。同时还有希伯来书啊，12:28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为什么是不能震动的国？那个国是沙龙的国度，是神用他的公义公平，用他的真爱，用他的不泯的爱，用他的真理所建立的，而他亲自在里面掌权，所以这个国是不能震动的。而感谢主，你跟我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这个不能震动的国的国民，可以吗？这是好消息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黑暗的事情，有什么软弱，有什么常让我们担心的，让我们遗憾的，都不怕，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个都成为过去了。我们的成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不要忘记这个，过去的事很多时候是黑暗的，现在呢是光明的，因为有耶稣，是不是？偶尔我们也碰见黑暗的事情，我们也不怕，我们就来到那个世界的真光主耶稣的面前，所有的黑暗都会烟消云散。这里还说，所以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告诉各位，如果你想你的日子越来越光明，你要记得这个，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你的日子越来越光明。求主大大的赐福你们每一位，也预祝各位圣诞快乐，阿们。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神啊，你是破除黑暗的光，在你这样大能的光中有份，我们是何等有福。在这里我们请你悦纳我们小小的摆上，我们那微不足道的时间、精力、能力还有钱财，都蒙你悦纳，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奉主的名求主来赐福我们。哦，全爱全能全知的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恳求你用你的恩语啊，召唤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高油涂抹我们，哦，让我们在主里面天天都能心意更新而变化。同时主在我们的里面，你用你的真光照亮我们整个的生命，让我们走的路、想的事情、做的侍奉，都在你面前蒙恩，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好，现在开始今天的报告事项。我们首先感谢袁成宗牧师的证道，感谢他给我们带来神的信息。在崇拜之后，11:45，我们仍然有成人主日学，请大家一起来学习主耶稣的话语。我们下一季度的服事表，12月到2月的服事表，办公室已经通过邮件发给了大家。请大家查看一下，如有疑问的话，请与负责的执事同工联系。今年我们教会有多位正在申请大学的高中生，请大家为他们祷告，求神赐下属天的眼光，让孩子们的选择能行在神的旨意中。现在疫情仍然严重，请大家注意。在下周五12月11日晚上7:30，通过 Zoom 有纪宝如生命见证分享，题目是爱逆转胜，欢迎大家参加。具体的信息在这里，Zoom ID 密码有连接。另外呢，同样的信息办公室也通过电邮发给了大家。这里是见证会的宣传单张，是12月11日晚7:30。11月份我们的宣教士代祷，请大家继续为李嫣如基友宣教士在清迈的门徒恩训小组的服事，以及海外基督使团宣教机构的事工代祷。肢体代祷，请大家为正在做实验治疗的静怡姐妹以及其他身体软弱和病痛的肢体祷告，也请为在我们教会中在第一线上工作的医护人员代祷。本周请为以下家庭与个人守望祷告，他们是简三强、赵鹏、蒋雅玲、蒋雪岩、张颂阳和李雪芬。奉献与赞助，请大家继续用以下方式奉献与赞助，谢谢大家。我们现在默祷散会。